讲天说皇帝，讲国讲家里。大家好，我是昆月小一年级的王祖贤。今仔日我要甲大家讲的是狮子甲鸟鼠。狮子占山为王，非常骄傲。有一只小鸟鼠王过伊的身边讲。亲爱的大王，你是这个村里来最厉害的动物，谁也无你的力量大。我愿意做你的朋友，虽然我是一只小鸟鼠，但是以后大王有需要我的所在，我愿意为你效劳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。狮子王听了，真生气，大嚷一声。你讲什么？既然我是这个树拿来最厉害的动物，刚刚需要你这个小鸟出来帮忙，脚紧给我滚！如果不滚，我就先把你夹落去，紧滚！小鸟出来后，吓得嘻嘻嘻喘，什么也不敢讲，就走个无影去了。有一日。狮子王出去找食物的时阵，好一个大网把伊网掉，无论安怎挣脱，嘛是挣脱袂开。就算伊有搁较大的力量，伫个这张大网内，嘛是逃走袂得出去。最后，狮子王剩甲无力气啊，只有等拍来的人来甲伊扛起。这时，狮子王受到小鸟鼠王，伊想，如果即阵伊有伫个就好了。伊会发动所有的鸟鼠，用喙齿夹破一只大网，哇，救救了！狮子王想完到这，悔恨交加，真后悔，骄傲自大就是自取灭亡啊！好，今仔日。我的故事就是讲到这，感谢大家。